哪层是你们公司呀？整栋楼。啊，挺好的，一栋。哎呦，你这么多手办呢？喜欢随便拿。拿拿，没事，随便拿。得了，去厕所呀。这茶不错啊。嗯，必须的，茶杯也好看，来点。这你哥呀？对呀、啊、这你媳妇呀？对呀、啊。啊，别愣着啊！啊，桌子放这，你放我这，放这，你放这，你用着我搓呢，我搓这。好看呐，出来摸的多不多啊？搓，你搓就行了，你得揉着干嘛呀？揉的全都是人家的，你揉到处都是。对呀、啊，你搓不就行了吗？对，没有什么沫子啊？有，怎么没有沫子呀？一大堆沫子。好，我们轻点啊，你看，你看，啊，这好香呀！哇，真香啊！兄弟，这个是洗澡的啊，我只是抽下沫子，大家看一下。来来来来来，准备准备，咱先洗掉吧。哎，搞洗了吧，洗了吧，啊，就是看没有这个沫子，这个沫子很，我们是这个是洗发露啊，还有洗头的，而且沐浴露，我们这个只是测给大家测多少沫子出来，你看这多少沫子，啊，那是矿泉水，矿泉水，来来来来来，我的妈，马上洗了，眼睛睁开了，不看水，快水，马上洗掉了，马上洗掉了，放心吧。好好，洗了洗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没有了，洗干净了啊，非常干净。那个水太少了，对，水再多点水，多点水，弄那么少的水，拿个大桶，蓝色桶给它洗不行，那个大桶端水呀，水太少了呀，弄个小盆小盆端。兄弟，看没有啊？很香，真的很香，我这个我向天发誓，一股那香味啊！你不要这样洗，你把你的头这样把水弄到这样推就推掉了吧，你光那样搓越搓越个沫。你要是搞你是狗，好吧？我狗，我今天要是弄了我就狗。我今天要弄我一狗，我的妈，我的妈，啊，我的妈，都说没弄没弄，你不会搓你知道吧？你要这样搓，你看你，哎，你就把那蓝色的大桶一样拿盆，哎呦，别你。别着急，你看你洗个头都这么着急。你这摸得挺多呀、啊、别叫，你要弄你是狗啊，我弄我是狗，我弄我是狗。兄弟啊，我现在知道了，沐浴露不能洗头，对，你洗头你头永远洗不干净，我就发现了，我的妈，都说了我弄是我的狗，因为他这个有狗叫狗，他不是有水泥，还有水泥了，有水泥，我拿水的桶泥，不要不要，桶的桶泥不能拿走，不能拿走，端走端走，快端走。哎呀，我看不见呐！我看不见，把它放这儿。你就脱胶，我胶是吧？把我捅啊！别别别别，你抬起来，你抬起来，你。啊，你吧你吧。啊，你看，你一下就干净了。对，你一下就干净了，你一下就干净了。啊，找泥一下不就行了吗？好呀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你看到没有？兄弟啊，这个找点泥一下就干净了，你知道吧？好了好了，好了好了，一只七块九，七只块块有五瓶，五瓶。nice， 来看，哎，大蛋，给大杨哥吃。你干嘛呀？你咬错了，我让你吃，我让你吃，我大蛋，你咬我的又干啥呀？变态！哎，给我稀饭。给我们看啊！这么脏一脸扫，就没看他扫。这要不都是黑的，还有什么？你在哪呀？给你脸了，在哪呀？像这种药效，我这辈子没见过。九块九三十包上车，就一万单，就一万单。九块九三十包，就一万单，你卖的，你让我卖半天。三二一，就一万单。你
就一万块你找不着，我给他讲半天，你真的你别干了吧，回家睡觉去，对不对？你要你怎么能这样对他说话？原来那是失误。我跟你说，我这人忍一时。你这人是怎么说话？我跟你说，我这人就是忍一时，风平浪静，退一步海。谢谢我的周哥。唱什么歌了你啊？赶紧大哥唱走了，你感觉？我女生用的，我怎么试用了？今天这是谁输谁是？亲，谁输谁是？啊，来你来不来？你别去想。我想想你会出什么啊？我会出锤子。锤子，来来来，来菜，好，好菜。我都跟你讲会出锤子，你看你这人急眼了。我看一下，给大家看一下啊。锤哟！什么？这你看这什么？这是抓眼那个？锤哟！服了！锤哟！你们怎么锤哟？锤？什么是锤？你的脸哪个是锤？我问你，锤是什么？眼睛、鼻子、嘴、耳朵哪有唇？哦，嘴唇是吧？唇釉，唇釉，跟他说唇釉，唇釉，他眼瘾呐！滚！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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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可能弄到你嘴了？你放心吧。我吃火龙果呀！啊，我怎么来来来，来看一下，看一下，来来来。来胡乱你，我这个乱一个。橙子酸，但是这次的我们这个苹果绝对好啊！我的弟嘛，我跟你说啊，给你看看什么叫甜苹果，你就看看这个水汁水，你就有你。搞错了，再来，来下一个来。肯定有这个，你看啊，这个是苹果，你看真的啊，这个苹果是。这个瓶肯定是有火的，对对，你看，它是因为我放时间久了，你看啊，它放了一个星期，你看，是吧？对。哥们，这个什么玩意儿？给我滚蛋！再来一个，怎样怎样？来，你看啊，你看这个苹果，你看。是不是？你看这个苹果，是吧？兄弟们，我知道怎么回事了。这个苹果放我们这时间太长了，因为我们要对这个产品进行筛选，对吧？咱们要筛选很长时间。你看，没事的啊，你看，是吧？